我是刚刚六岁长到112年了，12月28号，气温是8:59，手牌的是87/90。九八车进好线，开往追分，然后进入沉醉线，开往成功。对，我们的1500型迷你色金光牌1500，反正左边应该是105，然后车 PP 这样，1500型1500。迷你色金光牌，电力接头加上5G 啦 ，PP 车厢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的8794在七堵站，大家就会出发，然后做他这次的试营转。也期盼这台车能早日上路，对吧？因为毕竟这个还是日本东芝制造的 Toshiba 电力机车 ，1500 型。很多测试人员在车上，但毕竟每台机车性能都各有大同小异啊，就跟人一样。昨天整的时候就是，表弟昨天怎么会开车？我现在等耗子。8794在汽油站停放，然后等下才试。真的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开了吗？好转。哇，吓我一跳！哎呀，好转。啊，今天特地。等四七了吧，应该是四七还没见啊，谢哥那边了。就你他妈手有18号，那个等。